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，不是为了文明对抗，恰恰是体现要促使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取长补短，共同进步。我们也注意到这一段国际舆论啊，也有一些言论，这个有一些说法啊，在渲染东西方啊文明较量、文明冲突啊、文明对抗。对这些说法，如果说是出于误解，那恰恰说明我们这个文明对话更有必要、更有价值，也更有意义。